帮你看一下体温哦。嗯，有发烧吗？好，感受不出来，那我用我的额头帮你确认一次。也太近了吧，用额头怎么确认啊？这样子吗？哦，说什么要好好照顾自己哦。用额头怎么确认啊？是这样吗？好害羞哦，要好好照顾自己哦。好近哦，这样吗？已经准备叫救护车。突然觉得自己有点发烧。